我们看这一题哈，它地球呢半径是大 R 哈，地表重力场强度哈是 G 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夹角西塔哈，这是45度了。如图所示哈，自地表任意处哈挖一个通道哈，然后贯穿呢整个地球，所有阻力与地球自转的效应哈。均不计了哈，好，那今取哈一个小石子，自右侧哈洞口这样释放，那么小石子呢运动周期为何？小石子运动的周期哈跟这个这个角度事实上没有关系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哈？我们这样做了，就是说，我们算好这个小石子哈受多少重力，然后把这重力哈。因为这个是光滑的，那小石子在这个水平方向运动的，所以这小石子的话哈，它的加速在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哈，只跟呢水平受力有关。我就把这重力哈投影在什么呢？水平方向的那个分力，那就 Fx 了哈。Fx 的话是等于那个重力哈 ，Fg， 那再乘以多少呢 ？cos 这个角度 ，cos 西塔。哦，当然不是45度了，跑到这里的话是 cos 西塔，这样子。那算出来以后，我发现哦，它实际上是符合那个胡克定律的。那胡克定律的话，我把中间的比例长度算出来以后，我就可以算它的周期。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简谐运动。好，那我们如何验证这一点呢？我们先把这个呢，小石子在这里受的重力哦，把它找出来。那怎么找呢？因为这个。洞哈，挖掉的那个泥土哈几乎不计了，所以我就可以用什么呢？用那薄丘可定理哈，就是说，现在的话，我把这个地球质量分成两部分了，就是说大 R 的那一部分哈，这个薄丘可对它的作用力等于零，啊小 R 的那一部分的话，是集中在球心的重量呢对它的吸引力，所以哈。这个呢，这些就是这些质量哈、哦，就是小于 R 的，小于 R 的这些质量哈、哦，我把它集中在球心对它的重力呢等于多少？就是等于那个 mg 哈、哦，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那个 R 平方之 g m prime 啊，那 m prime 的话就是这个质量，哦，这个小球的质量了。我就小于 R 的这些的质量，啊乘以那个小 m， 好，我们晓得这个 m prime 哈，比上那个全部的质量是大 m， 这质量的话，因为它密度均匀的，质量跟什么？跟那个半径的三次方成正比，是等于小 R 的三次方除以那个大 R 的三次方，那我就可以把 m prime 给换掉 ，m prime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r 三次方分之小 r 三次方，好，然后再乘以大 m， 好，那这样如果把它换掉，它就变成 r 平方分之 g 小 m， 啊乘以 m prime 是 r 平方分之小 r 三次方之小 r 三次方 m， 然后给它消掉，所以这样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 r 三次方 g 大 m 小 m 哈。啊、乘 R， 跟 R 是成正比的。好，那跟 R 成正比的话，我就把它带进来。带进来的话，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哈 ，R 三次方分之 g 大 M 小 m 哈 ，R cos 西塔。好，但是呢 ，R cos 西塔哈，刚好刚好是 x 了，就说哈这个什么，这个小球哈偏离那个的平衡点，所谓平衡点是什么？就是说，这个洞哈、哦，跟什么呢？跟这垂直线哈、哦、的那个交点哈、哦，等于是这个旋的终点，哦，这个旋的终点，哦，实际上就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那个，等于是平衡点了哈、哦，就是这一段的中心点。那 r cos 西塔的话，就等于这一段 x， 所以是等于，x 嘛，这、就是 x 嘛，就大 R 三次方。g 大 m 小 m 哈 x， 那是满足胡克定律 ，f 等于 kx 嘛，
所以它的周期等于多少？这个就是 K， 所以它的周期哈 T 哈，哎，我们知道那个简谐运动的周期是2拍乘以呢根号哈 K 分之小 m 嘛，小 m，K 的话就是 r 3次方 z 大 m 小 m 哈，分之小 m， 那小 m 就消掉了。啊，现在的话呢，它没有给你那个大 m 跟那个 r 大 r。它只有给你们重力场，那地表重力场是等于多少呢？ r 平方分之 g 大 m， 我就把 r 平方分之呢 g 大 m 哦，把它给呢这个带掉，所以是2派哈，这是一，那这是 r 分多少呢？ r 平方 g m 是 g 啊，所以等于这样子，所以是2派哈，根号哈 g 分之 r。哦，这个就是答案了，所以呢，答案的话应该要选 B 啦，哦，啊，不过这个选择题哈，选择这个哈，有一点技巧，就是说这个周期的话呢是时间的单位嘛，那我们一看的话，马上知道呢，那个 A 哈 ，A 的话跟什么呢？跟那个 C 哈一定不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那个 R 跟 G 对调了，对调的话，它的那个呢单位就不是时间的单位。哦，我们晓得那个单摆哈，单摆的那个单位是等于 g 分之 l 嘛，哦，这加速度分之什么呢？分之这个长度的话，这样算出来的那个单位是时间单位，所以 a 跟 c 的话呢，一定是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 a 跟 c 里面有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上是频率的单位，然后 c 的话呢 ，c 的话呢 ，c 的话里面有这个东西，这也是频率的单位啊。所以你用那个单位的话，哈，检查一下单位，就可以呢删掉两个答案的了。啊，如果你要猜的话，哈，那就等于呢，下面的话删掉两个，五个答案删掉两个嘛。那五个答案删掉两个的话呢，那你删，这个三个猜一个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期望值会那个呢会提高，就是你用猜的话也可以呢，有一点分数。啊，不过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B 啊，这一题答案是 B。